咁耐冇入宫嚟玩啊！坐啊！谢太后，其实我一早就想入宫嚟向太后问安噶啦，但六王爷话我粗心大细，不便于行动，所以呢排先有入宫行走啫嘛。真系估唔到六爷佢到今时今日对女儿家都仲系咁体贴入微嘅。 太后同六王爷识咗好耐噶啦，嗬？好耐啦，唔单止比你耐，其实啊，比先帝都仲耐啊！呢啲都系以前嘅事啦，无谓再提啦。咁讲起上嚟，太后同六王爷嘅感情都可以算得系深交啦，嗬？何止系深交，简直系无所不谈。 不过六福晋，你千祈唔好误会啊！我同六爷所讲嘅全部都系国家大事，冇涉及儿女私情噶。你千祈唔好多心至好啊！我又点敢胡乱猜度太后呢？我都知道你系一个深明大义嘅人，好人系应该有好报嘅，所以你咪揾到一个好归宿咯。都系托太后鸿福啫。 六福晋佢点？六福晋今日入宫见完西太后，就觉得唔舒服啦。婉玲，你觉得点？我冇嘢。你今日入宫见太后，佢冇俾错啲咩俾你食噶嘛？冇，我今日入宫见太后，倾谈咗一阵啫。 你同太后倾谈咗一阵，我哋倾下闲偈啫，你冇咁多心。多心？我都话我冇嘢咯。大娘啊，我特登叫人炖咗啲人参，亲自拎嚟俾你进补噶。系太后。 你面色咁差嘅，唔舒服啊？我系请御医。唔使，点解？稍为知道太后嘅事嘅人，都已经死晒。太后嘅事。 我系知得最多，我知道太后神唔会放过我。太后，我太老啦，我愁眉。 一个孤人，你系唯一解翻我生命改观嘅人，你系我日后唯一可以倾吐心事嘅人。你话点会将你处死？
太后吉祥。佢点解要咁做？太后，你冇乜嘢啊嘛？我冇嘢。六爷，你揾我有咩事？启禀太后，臣已经遵旨释放咗刘氏兄妹，并派咗湖南嘅湘军、安徽嘅淮军，即日赶赴山东，会合刘氏兄妹一齐攻打捻匪。佢点解要死？点解？太后，边个死咗？大娘。大娘？边个大娘？系安徽嗰个放山娘。原来佢，你话啦，六爷，佢冇理由会死噶。我一心一意接佢入宫，就系想等佢享多几年清福，但系佢咁就死咗，佢咁就死咗。太后，死者已矣。太后都无谓咁伤感啦。太后一番心意，大娘在天之灵一定会心领嘅。会咩？佢会明白我对佢嘅心意咩？唔会。佢呢一世都唔会知噶啦。请太后多多保重。变嘅系六爷你，太后点解会咁讲？你唔再系我以前识嗰个六公子，我以前识嗰个六公子对我呵护备至，体贴入微，但系而家六公子嘅种种好处，已经唔喺六爷身上可以发现得到，又可以咁讲。六爷的种种好处对我已经没了作用。太后，臣直至现在都是非常尊重太后。喂，六王爷，得，咁六王爷去咗边度啊？六王爷去咗太后嗰度啊！我已经吩咐咗小珠子同埋秋菊揾佢翻嚟噶啦。唉，真六王爷，小珠子呢？小珠子喺太后嗰度等紧啊！因为听小安子话，六王爷要同太后商议国事，任何人都唔准骚扰，连通传都唔肯啊！唉，真系。王爷，唔得，我要亲身入宫揾佢。
王爷。在天有灵，千祈要保佑婉玲平安产下麟儿。如果婉玲有三长两短，我就……唉，贵太后，放心，福晋冇事嘅。文大人，婉玲系我唯一嘅女儿啊！系，你听我讲。吉人自有天相，我担保佢一定平安无事为你生个孙。你成晚都未人瞓觉，咁点得呢？听我讲，入去内堂休息下，静候佳音吧啦。文大人，我点瞓得着的啊？王爷真系太过唔似样，可能西太后留低佢喺度商议国事咧。就算系啊。咁我去到储秀宫揾穆王爷，小安子都唔同我通传一声。你哋会唔会系误会啊？无论点都，乜嘢嘅国家大事，冇理由由寻日一路议论到今朝早。做个孙女啊！多谢多谢，婉玲佢而家点啊？冇事啊嘛。回禀大人，陆福晋因为产下小格格，流血过多，而家昏迷咗啊！吓，我入去睇下。哎呀，大人啊，你唔入得去噶，有奴婢喺度就得噶啦。我而家入去睇。好，唔使心急，唔使担心嘅。嗱，即刻请我御医翻嚟为福晋诊治啦。啊，系啊系啊，小珠子，即刻去请太医。奴才而家去啦。王爷，你咁急赶住去边啊？奴才而家去揾御医，翻嚟同阿福晋诊病啊！哼，夫人发生咩事？夫人佢……诶，小珠子，唔好耽误时候，快啲请御医先。系，允祥，到底咩事？冇嘢，恭喜你，产下个千金啊！诶，点解会咁快？哼，你而家舍得翻嚟啦咩？婉玲生生死死，你都唔使理嘅。我同西太后商量国事。昨晚贵大人曾经去储秀宫揾你，想通知你关于福晋嘅事。冇啊，冇人通知我。你讲大话，根本你又唔关心婉玲。婉玲佢而家，婉玲佢点啊？冇事，福晋因为产下小格格流血不止，而家昏迷不醒啫。婉玲。婉玲，陆王爷，陆福晋点啊？陆王爷，恭喜啊！陆王爷，陆福晋添咗位小格格啊！俾我睇下，婉玲。诶，陆王爷，你唔入得去噶？点解？为咗陆王爷好，为咗陆福晋好，你唔好入去啊！以防犯咗血光之灾啊！陆福晋佢有冇事？哦，佢冇咩事，而家小珠子去请大夫啦。陆王爷，你放心啦，你翻出去休息下啦，呢度有我打点就得噶啦。
咦，太后今朝早嘅气色唔错喎。啊，梗系寻晚瞓得几好定啦。多嘴，系咪耐冇掌嘴咧？奴才不敢，奴才该死。不过太后你应该多多赏赐奴才我啦。嗱，好似寻晚咁，奴才要喺宫门口瞓咗成晚，连贵大人嚟揾六王爷，我都帮佢挡得一干二净啊。乜？寻晚贵娘嚟揾过六爷咩？系啊，听讲话六福晋作动，想请六王爷回府。六福晋生咗啦？嗯，不过系难产，痛咗一日一夜，生咗位格格。但系佢流血不止，佢哋请咗御医去睇佢噶啦。寻晚贵娘嚟嗰阵时，你应该通知我一声。又系太后你吩咐落，话任何人都唔接见，任何人都唔准通传嘅。咁佢而家有冇事？咁奴才就唔知啊。万一婉玲佢有咩事，我太医夫人点啊？太医，婉玲点啊？卢福晋产后失血过多，脉象沉郁不起，气虚弱，所以就昏迷不醒。待我开一剂调和大补剂，俾卢福晋服食。等佢苏醒之后，日后好好调理，就自然冇事噶啦。咁有劳太医。小姐姐，在跟太医去攞药。系王爷，卑职告退。太医，请。我几十岁人，就系得一粒泪。如果婉玲有乜三长两短，我。贵大人，何必咁呢？我都话咗陆福晋冇事噶啦，而家咪冇事咯。你成晚都未曾好好地休息过，嚟嚟嚟，等我陪你翻去休息。系咯，大人你回府休息，婉玲有我照顾佢得啦。王爷，我几十岁人，得一粒女，佢自细就死咗妈妈。我两父女相依为命，我以为将佢许配俾你，我就了却呢种心事。你点知？我知道我琴晚好唔啱，以后我都唔会咁做。我都知你有难为之处嘅，王爷，希望你以后善待婉玲，就算我死都死得安乐。大人，我亦因有生之年，如果有负婉玲嘅，不得善终。算啦算啦，婉玲外游内国，佢醒咗之后，你要好言相劝至好啊。我会噶啦，你放心啦，大人。敏祥，系有劳你送大人回府。好，皇太后驾到。圣母皇太后吉祥。平身。谢太后。禀太后，贵大人昨晚整夜未眠，不如等微臣先行陪贵大人回府休息。好，你哋跪安先。谢太后。小安子，在。你喺出边等我。系。恭喜六爷添咗位格格。婉玲佢冇事啊嘛。托赖，总算冇俾我激死佢。寻晚嘅事，我对唔住婉玲，喺佢最痛苦嘅时候。我冇喺佢身边好好咁照顾佢，佢一定会责怪我。
如果他知道我们在这里商议国事。不是，你太自私。贵大人曾经去储秀宫找我，通知我说婉玲难产，但你隐瞒着我，还要强留我在这里。贵大人来找你的事，如果不是今天小安子向我提起，事情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的。你知道，你是故意不让我知道。婉玲难产事关人命，如果事情我是知道的，我一定会让你回去照顾她的。昨晚你陷我于不义，现在就口甜舌滑，我不会相信你。信不信随便你，我自己做的事我知道哪些是对哪些是错，六爷你喜欢怎么说就怎么说。小安子，奴才在。摆架。是。公子，那些古玩怎样处置啊？真的全部不爱？我说不爱就不爱呢？大晒啲噃。就算我拥有天下所有的铜臭古玩，都不及得是有情可贵。真的可惜，我有眼无珠。公子，我跟你这么久都见过不少这样的人，那些有权有势只有两个臭钱的人呢，平时说话都不算数的。恭亲王贵为一介王爷，估唔到佢啊，又系讲嘢唔算数噶。佢唔单止对刘日川兄妹言而无信、忘恩负义，就算系对我份感情，我亦都同佢一刀两断。公子，你使乜同佢斤斤计较啫？咪当唔识得佢，以后唔好见佢咯。我死不甘心，我点都要问个明白。就算同佢拼只死，同佢玉石俱焚，我都要问个清楚。公子，你值唔值得啊？你有没有忘记淑芬子小姐在等着你的？我跟她是有缘无分，缘分的东西怎么可以强求？李公子。小姐子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李公子，文大人有封书信想托我交给李公子，希望李公子你过一个恭王府陪一陪王爷，因为王爷。你不用多说，你回去告诉你的六王爷，我李乐天以后都不会再踏入恭王府，不过我会约他见最后的一次面。李公子，文大人只不过想。你扯，我不理你文大人好武大人好，你真的跟我扯。小珠子，你走啦。你又叫我日本，究竟又为了什么事啊？你都知道，逢系我叫亲你日本，梗系将会有事发生，咁先至叫你去日本暂避啊！有事发生，仲有咩事发生？我爹都死咗，如今天下大权就留喺皇太后同恭亲王掌握之中。就算真系有事发生，都唔关我事。我唔走，我点都唔走。但如果是关我的事，如果是关你的事，我还更加不走。你是非走不可。为什么？是为了什么事？自从你阿爹死了之后，我就要负起照顾你的责任，亦都是因为我，所以就算你是叔顺的女儿，亦都没人敢来欺负你。我知道，所以一直以来你去到哪里我都跟着你，不理开你。但是万一我万一我真的有事非要离开你一段时间不可，
咁平时对你不怀好意嘅人，佢哋就会乘虚而入，咁系对你大大不利。咁究竟系咩事啊？呢件事一定会有个了断，我会怕会影响咗你，所以先至叫你去日本。稍后我就会去日本同你一齐会合。我唔离开你，就算你去到天涯海角，我都跟住你。笨子，我爹都死咗一年有多，一直以嚟，我就当你系我唯一嘅亲人，唯一可以信任、可以付托嘅亲人。你对我亦都好无微不至，我永远唔会唔记得你，我好感激你。呢啲系我应该做嘅事啊！哥哥照顾个妹系天经地义嘅事，有咩感激话唔感激啫？但系我从来冇当过你系我哥哥。哦，我知道，你梗系我当我系你嘅仇人，都啱嘅。你阿爹嘅死我亦都有份参与，你当我系你嘅仇人，我唔会怪你。呢封信系阿爹临死前叫我交俾你。你而家先将呢封信交俾我？我知道，呢封信里边一定系会有毒粉喺度。我一拆开佢之后，叔信就会同佢自己报仇。你惊？我唔惊。好，我就拆开佢。至而家仲未有事。李公子，所谓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过去恩怨种种，不提也罢。我哋君子情有独钟，李公子为人合义好情，恩怨分明，更难能可贵者，不肖为官败将。叔顺真系不愧为一代枭雄，我对佢咁不仁不义，佢都对我咁赏识，我真系愧不敢当。点解唔读埋落去啊？佢对我咁赏识，我点担当得起？读埋落去。好，分子对公子一片痴心。萬望公子不念蒲樓，娶之為妻，則叔順死亦瞑目，再無憾言。叔順絕不。如果我哋真系能够结成夫妇，我会好开心，我会全心全意侍候你，为你生儿育女，将来我会带佢哋嚟呢度，话俾佢哋听，佢哋阿爹阿妈曾经把比同有过，亦都曾经喺呢度黯然话别。黎大哥，我知你唔会去日本，我知你唔会同我结婚，
系咪啊？我要你真系话俾我知，系咪啊？我对你唔住，我辜负咗你阿爹对我嘅好意。系，系真的。是真的，文芝，我有什么配不上你？是不是因为我是叔叔的女儿，因为我肤浅幼稚，又说是你令我有心上人？不是，是我，是我配你不起。不是，你说大话，我知道你一直喜欢一个人，喜欢一个你不应该喜欢的人，他贵为皇太后，你我哋会喺埋一齐。时候都唔早，你要赶路。保重。办咗你事情之后，一定要过嚟揾我。我仲要侍候公子你嘅，你自己要小心啊！夫人佢点啊？佢醒翻未啊？仲未啊！不过奴婢正话灌咗第二剂药俾陆福晋饮噶啦，我相信唔使几耐佢会醒翻噶啦。如果佢一阵间仲未醒，你要请齐全北京所有名医嚟医佢，医唔好嘅话，全部都要斩首。系王爷。王爷，有张拜帖啊！李乐天。佢點解唔嚟見我，要約我出去見面呢？皇太后御旨到。皇太后御旨。皇太后御旨，以正王奕欣，屡屡为国建功，理应嘉奖。今加封为护国公，钦此。謝太后，李兄，你有事找我啊？點解唔嚟四下一聚呢？在下點敢高攀你呢個皇族權貴啊？李兄，點解你會咁講？我唔想白白咁死喺你手上。你講乜嘢？你唔使喺度惺惺作態。
西太后韦玉兰，倚靖王又是护国公的翼人，你们家兄嫂二人同声同气，权倾天下，可以呼风唤雨，为所欲为。当日为你哋奔走卖命的人，而家一个一个都被赶尽杀绝，你哋都可算是心狠手辣，忘恩负义。李兄，请你讲个明白。你假释留日村兄妹二人，要他们听从你的意思，遵旨前往去打廉军。但你在半路中途，又是派人去拦途刺杀，真是卑鄙。冇，我冇咁做。你唔使唔认，杀他们的人就是奉了军机处的公民。我今天就要为刘氏兄妹，为大汉民族，就算是拼之一死，都要杀死你这只满狗。你误会啦，我发誓冇咁做。李乐天，天地良心，我亦因冇做出对唔住朋友嘅事，你唔使多讲。从今日开始，我同你割席为敌，唔再系你朋友。俾人误会不忠于妻，不义于友，百词莫辩。就算我身在世上都冇意思，你要杀就杀啦！醒咗啦！王爷，你入得嚟噶，未满月噶。雨玲，你冇事吗？你原谅我，我哋最辛苦嘅时候唔喺度陪你。对你唔住，我好攰，想休息下。你嬲我？你出去先。我唔出，我要喺度陪你。系咪你假扮军机处公民，难道自杀刘氏兄妹？王爷，永禄点敢假扮军机处公民，妄自杀人啊？头先我先至喺军机处调查得一清二楚，根本冇人发觉公民话要自杀刘氏两兄妹。既然军机处所有嘅大臣都冇签发到公民，永禄更加唔敢私自行动，滥杀无辜。六王爷，你不是想我荣禄一个人父子不义之名啩？呢件事就只有你。六王爷，据卑职所测，一定是刘氏兄妹二人半途妄想潜离，而我军将士一时冲突，大意咁摆上嚟将佢杀死，并不是有人故意将佢谋害嘅噃。